这是咱们小拇指上面的一颗硬钉啊，咱们这是涂了咱们的这个三号车哈，啊，涂了咱们三号车这个，咱们给它清理一下，啊，先把外面这个皮儿给它清理掉，然后把中间这个芯儿再给它去掉。看到了吧，中间还有一层硬芯儿。啊，这样几乎就清理得很干净了。稍微再把边上稍微清理清理就可以了。